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今天收到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曾祥伟佳佳说等他卖货，然后没有下文了。你刚才想表达什么？我卖货，请你吃好吃的。请我吃好吃的。看一下哈，刚发工资，两个月才发工资啊，就停了一个月没有发工资，就是5月、6月的，现在7月了。没有钱发工资，现在刚给他们发完。哎呀，我觉得这个工资给我该多好啊！看一下，1万、1万2，个翻倍不？这样子一发两回，翻倍不？挺难的。说实在啊，现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近我们的就是西瓜视频有很多自媒体的创作者都已经开始停更了，大家都不更新作品了。哎呀，不知道从何时起，拍视频的初衷都全部丢光了一样。哎，好像这个他们所说的哦，现在拍西瓜视频就是因为负担不起这个日常团队的开支啊，他们都停更了。哎，我就不一样了，我现在开始猛发了嘞，是一没钱了我就发了。哎，我跟人家是干不一般的事情，我感觉有的时候。有收益的时候不发，没收益的时候拼命在这里发，在这里拍，在这里改。哎呀，其实就等于说回到最初的那种状态当中，最初的自媒体就最初的拍摄视频的初衷就记录一下生活嘛。你说三农嘛，其实就是记录一下农村的一些特色风景、美食，还有一些文化。vlog 嘛，就记录一下一些生活的日常，城市的日常，但是反正拍到最后，发现很多人都停更了，因为什么呢？咱们也不知道，可能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难处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痛点。我们团队还是那个团队，人还是这些人，现在还是12个人吧，现在还是十几个人在这一边团队，外面不算哈，就基地外面的不算，外面的工资是外面的工资，刚刚给咱们团队把这2个月的工资给他补上了。可能大家都不知道，是吧？我最近没发现我小黄车不见了吗？我小黄车都卖了，就是把小黄车卖了拿来。哎呦，这几个月的跨步有点大，就是投资有点大。做自媒体也是一样的，做生意也是一样的。反正这种东西，你说没有100%的利吧？就是你敢说你投什么都赚吗？你敢说你投什么也亏吗？我们基地现在是盈利，但是还是一直在扩建。现在越扩越大，就是还在扩建当中。自媒体这一块呢，我觉得，所有的创作者，我不知道别人，我也不去评判别人怎么样，我只做自己，该记录的还是记录。我同样还是跟我团队的小伙伴们去记录一下生活的点点滴滴，哎，无所谓他的收益多与少，就在意一下我们以后多年以后还能看看自己回来创这个创业的一些经历吧。这我们团队的话，一直以来，大家也不是只是看到我们表面嘻嘻哈哈，其实每个人都挺努力的。因为我给大家带的路嘛，毕竟我在前头跑，带大家一起走弯路啊，什么坑坑洼洼，我们都走过，都碰过。哎，想着越做越好，但我们团队现在剩下的这些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面孔，就是人家一直在不断的在裁，我们就是一直在增加人员。因为我觉得，创业它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折腾嘛，对吧？不能说因为现在下滑啊，我们就把谁裁掉，也不能说，因为不景气啊，我们就不干了这些东西。我觉得创业其实就是给自己增加负担。我的理念，可能跟别人的理念不一样吧。我的理念大概就是，我觉得啊，已经开始不好了，就肯定是自己哪一方面出了问题，对吧？或者就是说，风向变了，那还得改，还得努力改，还得努力去做，对吧？而不是去说，风向不好了，哎，咱们就给它缩小啊，风向好了，咱们再去扩大，不是的。无论任何时候都这样，反正我是带着我的团队继续往前走，不管他有没有什么收益吧，这也罢，我们的视频
照常的去更新，照常去做，跟以前一样，只是找不同的路去拓展。现在已经发展到线下了，从线上发展到线下，以前是线下，后来是线上，到最后是线上线下。我们现在都在转，都在努力在转变。嗯，今天他们都高兴了啊。看一下，问一下他们谁请吃宵夜？佳佳，你请吃宵夜吗？啊，就我的最低，叫我请，叫小淼弟请。还低，都发了一万还低。一万两个月。你看小淼弟也发了一万。但叫他下，他还卖鸡。他还卖哦，对哦，他最近五保六保是不是？啊，去炸一下他。你也到账了吧？罚你了。大哥也到了，为什么给大哥发？以前有跟大家讲过，哎，两个小的侄子侄女呢，还不得读书啊。胖胖，我们两个今天要干一件大事。什么事？就我俩没钱。那他们都发了工资了。那我才来几天，有工资才有鬼哦。不是啊，就叫他们请吃宵夜、啊。我刚才已经说了呀。然后谁请啊？玉亮说。阿朗也没有钱了，不用问阿朗，阿朗没有。那个趴下直接钻身在那边拱，你听到没有？喂！立马趴下！我靠！打呼噜了是吗？嗯。哎呦！快点，我忍不住要笑了。那这种还没问就挡了吧？哦，这个打得可结实了吧、哎？我要是有四个圈啊，嘿，走！你有八个，你有八个，直接开车就走了。嘿。慢慢直接去存款去了，人都不见了，人都不见了。那像我们这种没工资的，薅一顿总有吧？有啊，哎呀，你们几个怼一人怼两三斤小龙虾，是不是？啊，维修老天你在哪里？维修老天，你有没有听到我对你的呼唤？打个电话给他。哎呦！我说今天我们发工资了，你不庆祝一下吗？请我们吃小龙虾。喂，你发工资，让人家庆祝一下，给你来吃小龙虾。对。嘻嘻，你妈妈嘞？我妈妈走了。走了。你什么时候走的？走。他去存钱去了是吗？什么时候走的？他去存钱。太难了，哎呀，想吃你们一顿宵夜，大哥晚上都准备好要煮东西的，你们都没有宵夜。哎，不醒目就算了。奥利给！加油吧，兄弟们！不管未来怎么样，风吹雨打，不管风向怎么变，我们都加油干。哪怕是高峰期、低谷期，我们都在努力点。希望我们的团队越来越好，大家也加油，不要放弃，好吧？西瓜视频照常更新，和大家分享。耶、yeah, ，加油！